主播是什么冠军？主播练习时长2年半，建模练习生啊，个人练习生练习2年半。啊，好想吃粉啊！我操，这种什么桂林米粉、螺蛳粉，这一停下来就很痛苦，你们知道吧？真的很痛苦。吃这种粉的嘛，一停下来就贼痛苦。这么恶心。亚索打建模确实会比较那好打。这里你想耗他血，不一定要吃他鱼。好阴险，躲在里面。亚索好无脑哎，算了，我走了。这瞎子来的够慢，找了就杀了，踩到。他想的是刷完野回来收人头，那想的太好了，这亚索绝对不会走。剑魔打亚索还算难打，我买多兰剑是因为我怕等下后面打的伤害不够。还行吧，这瞎子帮我挺多的，帮我把这线推进去就好了。瞎子不来有可能就爆炸了。挑战我吧，凡人！啊！你们怎么不 A 这个炮车呢？烦死！他想站住把我打死。他不一兵走，他那个地方一不走，他一也要被拉回来。他那个位置他是走不掉的。第二个草壶。
这个出来就好打了，本来就不好追他，不买鞋，让他自己上来送就行。哎，吃点东西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没吃饭。 算了，打完再吃吧，不然感觉很痛苦。我吃了什么？桂林米粉。 瞎子小带了，攻速鞋，他攻速鞋之后就特别不好打。 站着跟他对弈，你他妈还追过来？ 还有二速鞋啊，我还是死了。他接大他就直接没了，他没点燃就杀我。我这波为了防止打不过他，我没买那个战锤，我买了个红水晶，撑生命上限。打亚索你不要主动去找他，你等他E上来。 他一到你旁边，你就先铁刺边A他，你不要一下子用Q，你先铁刺边加 A 再 Q， 让你跟武者叠起来，伤害会高一点，知道吧？就你不要直接放 Q， 你放 Q 这里有不惹事，有怕事，这里都是惹事，并且怕事。哦，nice， 帅。 帅，triple kill，
小明剑魔记者是也怕死，下路好像没打过，走吧，回家回去。 剑魔怎么打武器？海到了就剑魔打武器不难的，但是你要小抗压一点。越吃越饿，我操！护宝吃西瓜，护宝怎么啃西瓜？给我也来一颗。 基本对面积累，带一波先。桂林米粉里面有什么花生、生菜、酸笋、米粉？不过我点的这个是素粉，它没有肉。 真不怕死，还回头放 Q， 比镜子走的还能活。豆角好像有，<笑>他大摁不出来，被控到死。他有大的他摁不出来。高。 螺蛳粉更好吃，是，确实。原来这里有眼。算了。 蹲一下，看到够不够？凑合力想要魅惑，打这么激烈，扫 A 一下。 夏老师刚好像斩空了，他如果斩全打到，好像应该全杀了。他刚刚那个斩空，他如果全斩中的话，全杀了。嗯。我那里过不去。
有个奶妈跑到脸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哭多少？不应该也可以留着死。 想杀这个奶吗？派克这东西四局不上，太多空了，不知道。派克应该是我最讨厌的其中一个辅助，真的挺烦的派克。 让我让，我想杀这个奶，派克想喝奶，我也想喝奶，我口有点渴，我也想喝奶，我跟派克一样想喝奶，想喝奶奶，口干舌燥。 喝我的，<笑>喝你的，我操！啊啊！叫叫叫！整天叫，这好像就有点难了，我去上。那好烦啊！我操，真烦，全都在狼里。 很有可能被控到死，说实话。哇操，这么狠呐、啊！他主要他一 Q 亚索就接到了，要打大龙喽！ 杀完了，我操！这狐狸一失血。他们这能打得完？打不完吧？天才男友开始投降。 别过来破防呀！我操了，我点燃没给到那个凯乙，还行，应该能杀完。哎，你不是有狐狸大吗？还行，杀光，没点到，他闪太快了。
破防也死，不破防不一定死掉。我这五十一的护甲还是很高的，挡54%，破防的挡50%，这50%实际还是很关键的。死了可以安心缩回。 让你补位，那是拳头让你补位啊，让你输的呀，补位机制。搞定。 这不推呀，队友，他们不推呀，有点烦。推，那我要去杀路。我的黑暗并不是死我，别怕，有点。 感觉都没有队友呀，感觉不到我队友。上头了，肯定 Q 过去。哦，这么稳。我刚刚抗性掉了。塞拉斯在我旁边吗？和 OB， 他如果上的话。 应该死掉。他妈，你还想跑？拆拆拆！
拿下，有惊无险。哎，还好还好，蓝凯真的没屌用，还可以，看什么阵容其实。萨摩耶怎么说？你这个号补分给你打上钻石了，怎么说萨摩耶？好，萨摩耶怎么说？萨摩耶说话。 奶妈作用很大，还行吧，也就那样。